个你住这边的话，每次可以有一次可以那个卡西基里的那个温泉，然后这一间是好像是只有三四间比较贵的房间才可以使用的温泉，它叫做竹城之间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好，这边进来。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木门，非常的重。打开，好，这个进来了，就是一般的换衣室。我现在这边好像这里有一个厕所，哦，它这个厕所也是蛮大的，厕所里面有洗手台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换衣室。它又有热热的毛巾，然后饮料也都是全部配合。然后它这个还有有趣的是，它居然有清酒在里面，所以还可以喝清酒。然后我们刚刚喝这个水超级好喝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放衣服，然后还有这个 oval 可以放东西的，放在温泉上面。那这边就是有两个可以洗脸化妆的地方，然后。再来，那我们就打开喽。大家觉得这个后面是什么？厕所。哪是厕所？刚刚厕所已经介绍过了。原来应该打开就是温泉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，又有一间耍废间。然后这个耍废间跟刚刚的感觉是很像，然后还有一个假的火炉在这里，然后但是其实也是电视。然后这边就耍废间，可以休息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么大的 window， 这个外面就是今天要用的这个卡西基里的那个 Northern Room。我们打开门，也是哪一边开？这边开吧，这边打开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所以这个就是卡西基里。我们两个人使用整个，它这里的 onsen 应该是所谓尼泊利 onsen， 就是有点那个那什么马里的，但是毕竟这上面看上面都是树，还有竹林，虽然还是会掉一些叶，它大概应该刚才有清嘛，还有但又掉下来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这里应该是冬天有烧这个暖炉，然后这外面就整个都是。竹林很漂亮，整片。这可以走吗？你要小心。OK。然后，它这边就是可以洗澡的地方。这个办法吗？它这个可以，那个下雨会拉起来，把那个褥子拉出来。哦。是 very cool。像我们昨天那间，就是他说下雨就没办法。哦，然后他这个是刚好。这是 fry press 吗？这个是可以浮的。哦，那个 floater。对，可以放在上面，我们来往看看。它是不是要这样？先把这个放进去。又下，然后这样。然后就可以 float 在上面。这不知道有多深了，这不深。这其实不深啊，这不深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有 PK 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端节。那什么？就是。这座啊。OK。就是可以坐休息，然后那边可以茶。这个应该就是整个他说的，那个带小孩他们应该就很开心。然后这边他们坐下。然后我们这边它是可以使用。OK， 那这就是今天的卡西基里部落。好。